出嚟嘅包汁咧有八個斤，佢乾貨咧都要成個星期先可以發好嘅。仲有我哋嘅包汁，滾嘅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食噶啦，方便大概。自已经浓火文火相似的寺院，数小时之后，终得一坛佛跳墙。包好的佛跳墙，开盖的一刹那，顺着山丘般的米勒流淌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相知，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。先食麦片肠啦，趁热食。久负盛名的佛跳墙，就这样被七月和奈完成了从年到月的蜕变。